立者庄世贤台北报道，因应市场需求热烈，低成本航空 Air Asia 将于2月6日起增加吉隆坡前往马尔蒂夫的航班，每周增加4航班，新增航班将由 Air Asia 长城运输 Air Asia X 营运，并以 Airbus A330-300 客机营运。对台湾旅客而言， Air Asia 吉隆坡目前 Air Asia A320 客机营运由吉隆坡飞往马尔蒂夫首都马累的航班，每日飞航一航班，每趟承载量为180-186个座位。2月6日起， Air Asia X 将以 A330-300 客机营运同一个航线，每周飞航四班次，每趟承载量为377个座位，届时吉隆坡配合马尔蒂夫航线新增航班， Air Asia 推出优惠活动，马尔蒂夫航线票价单程含税4300元起，此优惠价格销售日期为即日起至1月14日，机票出发日期为即日起至5月6日。另外，豪华平躺座位也同步推出促销，单程票价含税1000元起。Air Asia 将于2月6日起增加吉隆坡前往马尔蒂夫的航班，旅人前往马尔蒂夫更便捷。Air Asia 提供。